Hello， 大家好，醉。本场比赛是拳王千王大战蚁帅夫人啊！拳王千王老牌三文高手，今天的玩法是两个主力加一个随机，蚁帅夫人全主力。在蚁帅夫人全主力能否战胜拳王千王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毕竟是老牌三文高手了，啊，操作起来确实是得心应手，行云流水。升龙飞翼再顶个波，哎呀，落地未连。哇、哦，大波跟上，旋风腿一段飞翔脚。对，罗伯特他已经是非常熟练了，之前也特意练过吧，应该是手里啊。现在蚁帅夫人就被打到了只剩三分之一血量了，看安迪在角落瑟瑟发抖了有一点，但是安迪也属于高伤角色，可是就是抓不住机会，安迪该怎么办？骚药挡，两段骚药挡，重腿打力啊，这属于一个假逆向，但是被拳王亲王给轻松什么手里呀、啊？拳王亲王今天是放飞自我了呀，这个罗伯特啊，相当的飘逸。好，我们来看蚁帅夫人下一个人，第二个回合啊，蚁帅夫人的有力。哎呀，尤里开场就是来一发雷皇拳啊！罗伯特轻腿旋风腿，尤里斜给一个旋风腿，看谁的腿更猛啊！尤里打罗伯特，那是有 buff 加成的。哎呀 ，so cookie， 打了罗伯特，罗伯特还不能吱声啊、落地大升龙带走。接下来呀、我们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人，拳王亲王的拿手绝活切甲色啊！今天切甲色草提金都上场了，看来啊。要表演了啊，姐的要表演了。他们选的这六个角色啊，都是观赏性极高的角色。什么旋风腿飞翔拳，落地套，哎呀没套，雷皇拳没凹到，七甲射暴气连，呀呦，来一炮炸。来完一炮之后距离太远啊，角落也不好再连了，但是七甲射可以进的点完。哦，也想凹一下子。哎呀，像奇人之道还是奇人之身呢、天王亲王，可是他没凹到。哎呀，轻腿点 C 头飞翔拳 ，CD 升龙旋风腿飞翔拳打一套带走了。你看，高端局中不能轻易的凹啊。可是今天拳王亲王有点上头。来看拳王亲王的小草，第四个回合，草地精能不能彻底爆发啊？草地精下来一个暴力掌击，他真的来了！枪反这就交了，后面暴气准备打一套超杀脸，跳 CD， 哎，点完之后前倾腿跪了个嘞。落地切换模式变身，我的天哪，其实蚁帅夫人这个血量不够打了，不够拳王亲王秀连招了，他直接接了个前月阳，这样的话成功率会更高一点的。没办法，蚁帅夫人没有血。第五个回合蚁帅夫人洛奇，这也是拳王 98C 的最强洛奇，他也因为这个洛奇玩的溜而得了一个篮球的名号。现在洛奇旋风腿凹不到，跪了个来之后折反身位超杀无视，先打高伤荒咬堆，落地再来无视，没有给机会，洛奇空中交反，篮球压一下爆发不出来啊！旋风腿只要旋风腿凹不到就玩完。其实洛奇是挺能凹的一个角色，可是旋风腿凹完以后硬值很大，不像琢磨的龙虎乱舞。好，拳王亲王先拿一分，克拉克又开始了，站中脚，机会来，机枪拳空中 CD 衔接，轻 A 空投，落地捡一下，双空投，三空投，哇，双空投以后接了一个滚地板，跳起来一个狐狸啊，那现在拳王亲王差一点点，还有一颗气啊，但不能将他一套带走了，这样的话，截住了蚁帅夫人的前跑，好。我们来看蚁帅夫人呢，下一个尤利，第二个回合，尤利怎么接招？尤利先给一发飞翔拳，后面克拉克也踢了他一脚，后续跳飞地两次，升龙旋风腿，尤利开个波波接跳飞地开始了，升龙再来个波波再接跳飞地，双段循环六。蚁帅夫人今天最秀的也就是这个尤利了，尤利在中间起的作用不小啊。一套将克拉克击晕，这是拳王亲王随机的角色，所以说蚁帅夫人后面还得加油，后面两个主力啊还没上场呢。第三个回合，七甲射，又是这个七甲射，社会我射哥还是一言一响来一屁股，七甲射跳，就是这么快，嚼了浮空了，好拳炸。不出我所料，很切换模式连。外面给一发炮拳嘛，炮拳衔接，缠脚抱摔带走。
只要被怼到切换模式连，不死也残。好，第四个回合，能与拳王亲王这个七甲社一战的七甲社，也我感觉也只有阳神了。他们两个的七甲社打到一起，那是最刺激的。好，现在拳王亲王爆气了，森龙怼不到，洛奇是不断的给篮球啊。七甲社站 A， 哎呀，找机会打爆托马斯，什么情况？闪现接超杀炸，后面篮球再给个篮球，哎呀，下贼旋风腿，旋风腿两段，空中飞踢一个飞踢，漂亮，空中没接住啊。接下来又开始下移了，压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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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拳王拳王一滴血生不出去了，凹了几个压油，其实也算过瘾了吧。后面来看第五个回合，小草能拿住小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军事双方的拿手绝活打起来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啊。哦呦呦呦，闪失被追上去了，这闪现太快了，草地应该是想用闪身躲闪现，没想到洛奇啊更快一点啊。草地已经又爆气了，先来一个一样啊，抢抓投技，后面奈尔洛打了一下对手 AB 出去，哎呦，闪身想传一嘚儿，篮球小飞地两次，一个飞踢带走。好，伊帅夫人也取得了一分啊。这一局洛奇啊会研究了草丁那个套路，应该这一局随机应变，应变能力比较强啊。这一把拳王亲王有一个老炉，好，拳王亲王下 A 炮拳衔接，哎呀，轻亏点杀，然后再来一个下 A，拉后被飞翔拳怼到了呀，燕翼啊，双方相杀掉，与升龙，机会来了，小升龙也没办法，这么近的距离肯定是可以去反游离剑来，哎呀，游离呀呀，游离丧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现在七甲车板变脸，哦，哎呀，再来切一下，一点血空中大招带走，哦，接着来看乙帅夫人呢。下一个安迪，第二个回合，哎呀，安迪先来一个跳地挡你，七甲社准备上超杀了，有啊，小心了，今天安迪好没有存在感呀，哦，一个下 A 能不能中，哦，托马斯扫不到，哎呀呀，炮拳，哎呀呦，再来一炮，啊，本别捡一波没捡到，压油压油压，不敢动了安迪，哦，哎呀，这拳王亲王七甲社玩的是挺过瘾啊。击毙被队长 Sokimo 首要的大招衔接，一滴血一滴血，七甲社还是挂了。好，来看亲王的老卢剪刀脚发波，老卢是一个什么套路，我们来看一看下盘攻击，哎呀，重拳发波，小波大波吃小波，是一个慢波，不如发个快波，发个快波应该就击倒安迪了刚才。好，后面看乙帅夫人呢，他的洛奇又来了，我还是比较期待他这个洛奇的，因为在很多场的比赛中洛奇都表现非常完美，超普三三连到以后伤害也是超高的，洛奇超杀以后接双钻旋风腿，空中两脚飞地 4K， 哎，落地一脚带走了，也可以打出经典的一套死。拳王亲王这个草剃啊能不能治了他，今天拳王亲王没有选爆八，那拳王亲王的爆八也是他的拿手绝活，今天就选择了两个观赏性比较高的草剃和气甲射，硬跳接超杀，哎呀哎呀呀，抢反了洛奇，洛奇没忍住，一脚飞力超普杀炸，好，给个篮球，闪现再给个篮球，旋风腿，前跳飞的后跳飞力，接着暴气，准备拿捏了洛奇，这是，哦呦，贺斋，直跳中段飞踢，哎呀，一样落地超杀无视，干上去了。洛奇要玩完了，气势不是改一个 CD 两个 CD， 咦，陈月阳干无视收底，帅，比分二比一，这次啊又被拳王亲王取胜了。接着看下一局，
李帅夫人这个游历还登场，闪电三连踢，战地想抓雷皇犬，想抓红丸头啊，距离不够。哦耶，一飞枪拳接大圣楼上，哎呀，后面拳王前往闪电，哎，游历再来一套旋风腿上。好的，红丸还是交代了。好了，看第二个回合吧。拳王前往第七假设，现在空中，哇、哦，游历给一发大升龙仙，机会哦，轻腿雷皇拳可以，轻脚点飞空，哦，打破，专治疗七假设，这个游历。其实游历的暴气脸比七假设来的更实在，而且速度要比七假设快，综合实力啊是比七假设要强的，可是被躲波了。我七假设起手虽然比较难一点啊，但是咱们伤害高，连招狠，哦哦，好了，这下真的舒服了。游历一挂，后面乙帅夫人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被动。来看安迪，哎呀，七甲车先来一波，哎呦，差点被截住。七甲车跳，然后跳飞地弹，弹不到。哦，托马斯接超杀大招，一波接力卡里又炸，接着循环上去，重拳出击呀呦，又来一套，半边再循环呀呀呦，哦。好，第四个回合，帅哥的洛奇，帅哥也即将进化成全能型人才啊！对，三五高手，目前正在练习中，但这一波被怼了个炮拳，情况不妙。哎呀，大招没抓住，那可就惨了。看洛奇这一套怎么打招商，角落空中 CD 落地。接一个炸吗？没接，而选择了闪现扔扔扔。哇，这几波连扔是洛奇的高伤了。我们接着看小草。哎，小草四件动你不动我不动，哎呀，洛奇我要动，哎，一波冲天脚，小草长反交了啊！光阳三世也没打到，重拳出击，光阳毒咬七十改，洛奇枪法也交了，那就等最后一个机会吧。洛奇旋风腿，哦。这几波拳王前往防御有点不太行啊，没有刚才刚开场那会儿防御好了，旋风腿一腰就中啊，洛奇一波飞踢炸，比方比二了。哎呀，拳王前往这一波用真武首发，哎呀哎呀，小架招怼的都是雷皇拳，轻给起手，哦，这就开大了，这么直接，板边又有了一颗气，这轻轻松松搞了你帅夫人80%血。好，跳 C 轻腿连上那板边，哎呀，跑不掉了，这伤害太高了，真武两套可以把对手轻松打死。好，看第二个回合，你帅夫人的安迪，安迪先开斩影拳，再给升龙拳，手要挡重锤假逆向，这波套路漂亮啊，这也属于一个高端套路，不好防啊，这个套路你看拳王亲王就没防住。哦，哎呦，光咬毒咬毒了图，真武飞踢，现在还是中了安迪扫右刀两段，飞翔流星拳收底了吗？还有一滴血，拳王亲王一滴血怎么办？他办不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人，第三个回合，拳王亲王第七假设。假设直接暴气，跳地连上，呀呦呀呦，毫不手软来一炮炸！哇，看到乙帅夫人和拳王亲王打呀，依稀的记得拳王亲王上一次使用七假设狂虐乙帅夫人的一个场面。今天看乙帅夫人能不能冲破啊，冲破七假设的围攻围剿，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。这一波乙帅夫人又剩一个洛奇了。呀呦，今天还好吧，今天还好，这个七甲色并没有制霸全场，洛奇
倒是有那么一点小秀，逆向啦，跳飞地下落起闪现交出，哦，中间隔了一下子啊，隔了一点时间，很快就打出了一套，这一下可以一套带走了，无敌飞腿，飞地飞膝 ，My God， 一滴血干掉，帅。我们来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人，草地精啊，第五个回合，无敌的小草啊，直接爆气了。洛奇旋风腿跟一下，草地精也是不断的 CD 狂攻啊，哎，拉后找机会爆发，不料中了发 CD， 后面怎么搞嘞？轻了一点，开荒咬毒了图怎么说 ？CD 一呀，洛奇嘚嘚，哎呀，这一下拳王亲王可能很难搞了呀。好，爆气，空中 CD 不中，下 A 对手也不中，躲过就是的。哦，洛奇交反，交了反以后什么都好办，就看洛奇后面会不会爆气啊。如果爆气打上一套，亲王也不好整。估计拳王亲以帅夫人这个洛奇啊，不止练习两年半了，估计得有两个两年半了。看这个情况，前些重腿晃呀都要一样，落地超杀不是。没有了强反的乙帅夫人，没有了，等于是没有了篮球的洛奇啊，练习几年也没有用了。最后拳王亲王3-2取胜，超帅。那今天比赛到此结束，大家觉得谁的发挥更好啊？谁的操作更秀？应该这样说，可以在评论处打出来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